玉林哥，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越来越听不懂，就是年轻人的流行语言？追不完，真的。半年前你还蛮能够跟年轻人交流的哦。然后过了半年，新的又来了。对，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勉强。对，就我听不懂就会，不会就不会，听不懂就听不懂啊。而且你听得懂能干嘛？又没钱。因为我们听得懂，我们可能也不会跟着讲。对啊，因为啊，有演艺圈哈，特别这个流行趋势非常敏感。对啊，我跟你讲，最近哦，有一个马卡巴卡，马卡巴卡，对，连你们都不知道，我才不相信，那个一般都小孩才会知道。来，孙生解释什么是马卡巴卡是什么？晚安，马卡巴卡。为什么？有一个动物叫做马卡巴卡，马卡巴卡。一个卡通，对对对，什么卡通？英国的一个卡通节目啦，《花园宝宝》。OK。那如果人家跟你讲马卡巴卡，你回答乌奇迪西，对，也可以。为什么乌奇迪西？乌奇迪西是另外一个动物啊。就是说，他那个卡通是这样，到了片尾的时候呢，会有那个旁白哦，他会跟那个叫做马卡巴卡的那个角色说晚安，马卡巴卡，晚安，乌奇迪西。你怎么都知道？坐这里啊，坐这里。啊，我每天都跟你们这些人在录影。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当妈妈也很难，因为小孩真的都会自己讲一些语言。像我的小孩也是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英文字，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什么 rising， 我说什么字？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他们两个人一直跟我解释一个晚上，说 rising him， rising her， 就好像 flirting， 好像是好像我跟你在 flirt， 好像有一点在小暧昧这样子。他们英文就用 rising， 然后他解释了半天，然后他越解释我越听不懂，他们两个笑到就是已经翻下床。那你知道 YYDS 是什么吗？ YYDS 没人知道了吧？什么神 ？YYDS， 你是我的神吗？永远的神啊！永远的神，永远的神。汉语拼音，永远的神。姐，你会吗？这就像桌子底下去呀。人家说你是普信男是什么意思？普信男，你是普信男，就普通。明明很普通，却充满自信。看看你这个什么头发？马上切入重点是什么呢？为了流量，什么都。干，佩仪姐，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是为了流量嘛，哈。那我就觉得蛮受伤的。有一次就是我被人家笑，我觉得为什么要笑我们这些长辈？其实我们是很单纯的长辈，不要为了什么我们都不懂啊，什么什么，然后去笑我们。对，所以现在还有在用部落格啊。有一次我走在街上，然后走着走着的时候，然后那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就这样点我一下，那我就回头看嘛，就说阿姨，你可不可以哈帮我哈？那我是 iPhone 的手机，帮我抓 I。我就拿着他，因为我也很怕诈骗。那我看那个年轻人还蛮正常的，我说跟你一起抓 I， 抓 I， 那怎么抓？这个我就在那边点点的时候呢，叫旁边的年轻人，我就用余光就看到年轻人在笑哦，他们也在录影。后来我就说，那好，你告诉我抓跟你一起抓爱怎么抓。然后后来他们就一直笑一直笑，后来我就发觉我被骗了，然后我就把手机给他，我就走了。他结果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他是想要撩你，撩你啦！因为 iPhone 的 I 不见了，iPhone 的 I 不见了，我们一起哦，所以是做爱的谐音的意思。谁听得懂他讲的这什么意思？我们都听不懂。现在有流行那个买可乐啊，对啊，哎，我们来买可乐，买什么可乐啊？买可乐，买可乐。所以佩姐，下次有年轻人跟你说买可乐，你马上给他一巴掌。我不敢，脏死了，下流。我们买完去抓呀。对啊，前阵子流行土味情话嘛，讲到后来没得讲了。对啊，真的。对啊，什么梗都讲完。现在流行什么你知道吗 ？Melody。你今天看起来很讨厌，哦，讨人喜欢，百看不厌啊，好好笑哦，没有呀，地震很震，你知道吗？但我觉得你又更震，谢谢。我以前会抽烟，但遇到你就不会了，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哦。你什么都好，就是只有一件事不行。什么？漂亮到不行。帕罗来看，帕罗，我觉得这个情话也是跟颜值有关系哈。先讲比较舒服一点呢。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我比较看不懂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活在他们的流量的世界里，跟网络那一小格一小格的照片里，但是他们就跟现实就脱节了。对呀、啊，他们怎么相处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在现实里面跟人跟人相处还有礼貌就会比较差一点。对对对，所有的女生拍的那个照片，每个都好漂亮，跟仙女一样。对，但实际上她一开口可能就是很粗鲁。呀，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王美去那种王美咖啡厅拍照，就移人家那个店里面的盆栽，就跟老板就有纠纷啊，因为老板就觉得你不能随便移我的盆栽，他就觉得因为你挡到我拍照了，我拍照要什么一个什么三角的区域吗？然后那个盆栽挡到他，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是，我们去吃一个很高档的那种自助餐 buffet， 他在101楼上，然后他那个101楼上，那你当然是要坐窗边啊，那 buffet 就已经很难订了，窗户旁边更难订，我们还委托了好多那个有关系的那个服务生什么，他最后帮我们瞧到一桌是在窗户边的，然后当然就有很多位置不在窗边嘛，但我们去拿buffet拿回来绕一圈以后，就发觉我们在那个窗边的位置就挤了三四个网美，就在坐在我们的包包都还在位置上面，都餐盘都在上面，他还垫着你的包包，对对，他就坐着我们的包包，在我们的位置，在那个窗口一直拍照，我们桌上的餐点也被他这样移移移，哎，我就请问你们，借我们拍一下就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先移一下移一下，那你就会觉得。傻眼那、啊、你就好吧，现在是什么世代什么世界、我知道你没有拍照，但至少要讲，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因为 老 Coco 不知道，因为现在就没有，因为老 Coco 不知道，你们老 Coco 你也没多年轻，流量而且你都这你是几岁的人家讲人家老 Coco、他们都对我们来说是老 Coco， 因为流量还是有差距十年、还是有十年的差距，没礼貌，年轻人 OKK 啊，而且你头发那样黑的根本完全搭不起来啊！错了，而且你想欣赏这个自癌耶？你们老人家是不是？你是我爸爸。就是我们有时候嫉妒，就是为了当下要一定要嫉妒嘛，就是要抒发自己的心灵的感受啊。然后也担心大家嘛，就是会就像我之前住院车祸也是立马拍、你为什么要拍这个？对，很对，他们为什么？我真不明白。对你为什么已经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拍？就是跟谁线上的朋友报平安？对，你要跟谁报平安？线上的朋友们啊，所有右边的朋友。可是人家怎么会知道你车祸的感受吗？我没有解了。那个谁讲话了？真的、你看台长上礼拜摔在水沟里面，他用直播那边放，只有两个人在看。一个是他自己的手机，一个是旁边那个人。我们应该要可怜他们，他们内心很孤独。真的。内心，所以他就要刷存在感。像我们自己有自信，我们已经有存在感了。他们是需要一个两个人，洛哥说的看他，他才觉得 OK。对，是不是这样？好友，大家这个谁的亲朋好友？他自己的吗？不是，有时候你一个月回太累了，干脆发现动告诉大家，我没事，我没事，我没 K。没有，我跟你讲，我没 K 什么意思？我没 K。哎，这种潮流都走下去，会不会年轻人有一天他临终的时候，他最后要合眼之前，他还在开限动，会不会？我的枕头那边还有200块。交代遗言啊，有可能对不对？我看到你看着就想到那200块。那个谁，孙生，我看你的精神状况已经可以到疯人院去了。对啊，对对。好，我们下来。好了，那个流行用语大考验啊，因为那年轻人呢，他们会出考题，然后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啊，来测试一下他们那个那个话呢，或者那个图片呢是什么意思来？那我们就海产。首先要玩的是流行语言，先出题来，我要出第一题来 ，M 三是什么？来，什么意思？请作答。好，来，请翻板。好，我要三次，这个还合理一点。三次就老婆问老公说今晚要几次，然后就写 M 三。三次。还有一个第二个 M 三，基本上我是比一般人还要了解一点，因为我就是有一台 M 三。M 三这 BMW 350匹马力啊，352万。年轻人对，这个它的马力三千的，零到一百加速是3到4秒的，而且它就 M 三。老学校 Power 系列。哎，年轻人对 M 三没兴趣的，对不对？没兴趣。对呀。很 low 讲这个。没兴趣你还买不起。我讲这种话也是老口，很老的人呢。你现在年轻人对不对？车开 C300，加油加300。谁要 M 三呐？来，浩如觉得 I'm sweet。I'm sweet 啊，他们现在很喜欢用什么？
台语再加英文之类的，嗯，对，那个佩姐，因为现在那个孙艺珍有代言一个 M2 的孙娇，那孙仙娇原影，对，那现在是升等，孙娇升等的话就 M3， 喝得漂亮。今天来个 M3 吧，什么意思？没有，我觉得你要看那个出题的人。我觉得海产是一个有点下流的人，所以呢，所以这个 M3 肯定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他不会，绝对不是什么正向的东西。然后这个 M 呢，不是很流行什么 M 字腿嘛，然后再加一个三，就像嘟嘴。你怎么搞 M 字腿？好像也别扭别扭的。M 字腿，你带什么叫 M 字腿 ？M 字腿，这个。好，来来来来 ，Nike 老师 ，You know，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哦。欸，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标准答案就是 Nike 老师 ，You know I'm Sam， 然后他们是每次会简写，就是 You know I'm Sam 变成 No I'm Sam， 然后就 M Sam M Sam， 简写，就是从那个嘻哈文化来的，嘻哈文化从小讲到大的，对，哦，你从小讲到大，你看人家从小讲到大的东西，对不对？来，孙生，请出题。OK， 下一题 ，And Sam， You know I'm Sam。孙生连讲话我们都听不懂。请作答。Damn it, God damn it, damn it, fuck you, damn it！ 就是骂人的话 ，damn it！ 高兴一点，气炸没他靠没骂人 ，monkey boy, seven morning, eight morning, cry father, cry mother。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我们要恻隐之心。好，这个是觉得烦。对，damn， 烦。我小孩常说这样，我小孩常说，而且他们现在不是说 damn， 他是说 damn。哎呦，哎呦，哦，有点泰国腔。每次我叫他说，哎，洗澡了，哎，睡觉，他就说，哎呦，所以他应该是烦的意思。嗯，好了。佩仪姐，淡季嘞。我发觉，哎，其实当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蛮好的，可以胡说八道那样舒压，我觉得蛮好的。我们都不能舒压，因为我们一直胡说八道，被人家说为老不尊。对 ，damn， 公车走了啦。就很字面上的意思啊，叫 damn， 糟糕，公车跑了，就是类似这样。它有什么其他更深的含义吗？没有吧？等一下就会揭晓。对面感觉没什么深度吗？哦，你还要加一个大便。没有，说糟糕，其实也可以夸奖哎。哦。就是比如说哦，这个女生的超漂亮的 ，damn， OK， 就是开心也可以用，纯粹不是揭晓答案。哎，蛮多人答对了，其实就是糟糕、该死的意思啊。对，我们也一样啊。这个也不是新的，在什么语境之下会使用到？来，你来骂潘老师试看看来。潘老师要不要吃这个电花汤啊？要电到电啊 ！OK， 我去店铺把东西。哎，猫姐，猫姐带走，猫姐，把它带走，把它带走。这有问题。佩仪，也像你的爱情学分被我电掉了，电掉了。这样子用吧。可以，你知道我最近找什么电吗？你的来电。我不知道竟然可以这样子用，加一些中文啊，加一些中文用。你不竟然就是 use like damn， 没办法，你那不用 old school 的英文在跟他们聊，对啊，太老了啦，对啊，时代不一样。那是标准英文，你们讲英文已经讲好，还 old school 英文，搞标准。来，林丹，请出题。加 damn， 错错，来，请作答。错。好，来我们看一下今晚。处理一下啦，处理一下，意思就是你的脑子很歪耶，不是，我一直在想一些歪的东西。老人就是这样，老人都想色色，就是很寒心哎，老人就只能想这种东西。因为跟这些畜生在一起，你每天都会切到这些东西，好细菇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脆上面最喜欢用畜了，畜真的真实。你看吧，老人都是想这种事，你看。因为我想说他们年轻人太好直接哦，那触跟触啊有什么关系？接触啊，哦接触，你要接触啊，对不对？你接触了没有啊？触来，同感超触，就是那个翻译过来。对，正解是什么？正确就是醋的意思，不是什么做爱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意思。正确 ，ready 的意思哦。ready 对，就是染红色头发，醋，醋哦，对，没错，就是真实正确的意思吗？老师牙齿太白，醋哦，正确的意思。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你觉得很赞同他，我们都会留言醋，超醋，超醋的同感，就是真的，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你讲的是真的，对。求一下，你可以。我可以好好讲话，就像以前我们会讲 true， 关你出不出，你们出什么出啊？反正玉林哥
我讲一个笑话哦，醋鼻哦，也可以这样用，对对对。我那我写个感就好，干嘛写个醋我那一天他讲说，韵哥你看起来很现充哎，像我在家里面都耍废，现充现充，原来是现实生活很充实。错错错，哎错错耶。奥斯卡有很全意思，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哦，羽毛，羽毛，这个我知道，羽毛嘛，羽毛。好的，请作答，有点难，好，羽毛，这个来，大家就当作在录天才，冲冲冲，羽毛，约吗？约吗？羽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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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找谐音呐，对，有吗？有啊，客家郁闷哦，郁闷，这是在录天才，冲冲冲，约吗？约吗？约吗？哎，蛮多人哦。有吗？是对的，对的。Nike 老师跟那个都答对了，就是约吗？约吗？潘老师真的都想那些老色呗，老色胚，老色胚。还有多一个羽毛啊，打羽毛球啊，打羽毛球对。还闪下一个，下一题，下一题出一个厉害的。OGC 是什么意思？好来，请作答。他们应该只知道 ORD， 他们不是对啊。哎 ，ORD 现在不能再讲 ，ORD 有真老，你知道吗？对，老到掉渣。哦，这个好像我觉得我佩服你。哦，那我们先坐哪？先看来。O G C O O God Cool， 完全就是直翻过来。O God Cool， 为什么是打手枪？你看，你看，老色批。你也奇怪耶！你坐在佩仪姐旁边，你还有办法想到打手枪 ？O God Gang， O God Gang， O God Gang， 那也是 O God Gang 是 G 不是 C？ 你除了想歪，你英文也不好。佩仪姐来。酷吧。哦，酷，那还是什么施主你好？为什么？不是，因为有点像刚刚讲那个 O R D， 不是，他是要看那个形，所以这个你把它就倒过来，就很像这样。施主您好，对，给他方向对喽。哎，你做这个动作倒是就很自然哦。哪有？刚刚那个施主也很像啊。来，那个图案，图案。跟那个潘老师讲的一样，一样，你看，一样，解答什么意思？看图案，是写新文字啦 ，O G C 一个人，是不是？啊，你好像哦，是什么？他的嘴是 O 对不对 ？O 啊，他中间不是 G 吗？就是他脚是 C 啊。哦，可是那个手是这样，手是 C 吧？而且他是右撇子的，你看。哎 ，Nike 老师应该坐过来这边，他在打对，那我就是对的吧？对，就是打手枪啊，对嘛？你看，正解就是打手枪哦，手枪，对呀，你看。真的，这是来，请放出的题，还有哦，来地，来，请作答，来地有点难哦，有点难，很地哦，一个字会地哦，来，潘老师觉得见不得人，见不得人，地不面积，地就是 underground， right。躲到地底下，他绝对是见不到人，见不得人。你给我地，地，来，强帅，帅哦，还好，好险，我跟孙生熟，他每次都地，然后佩仪姐是很简单，就对，对，那就讲醋就好了，干嘛要地呢？来地。就很深，因为年轻人他们本身比较肤浅，所以他看到我们就是长辈讲话，他就会留言说很地。Nike 老师，很屌的，以后他们发明的，对啊，很厉害的意思，他们发明的。好来，来孙生，你重现那个语境来。这个老人家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就是说，一开始说这个地精啊，不是有侏儒吗？侏儒跟地精，地精的角色，侏儒更矮，游戏的角色，侏儒跟地精的地基组是吧？对，地精啊，地精，地精不是地基组，我们只认识地基组，地精啊，一个游戏角色啊，六十几岁了，地精啊，地精是比较矮的人哦，然后就说哎。比较矮的人，他会有一些很屁的行为啊，所以我们都说地啊。所以你是说矮子矮于肚子拐？对，矮子矮于肚子拐，是这个意思吗？那你就讲矮子矮于肚子拐，什么地什么地什么地啊？所以就是很屁的意思。你们发现现代人讲话就是就一个字就给他带过去，是屁的意思。我们哪里搞得懂？我们以前那时候讲，我们像我们如果形容这个人说哦，你这个不得了，这个我们以前的讲法是啊，你看他，他就像在电线杆上绑鸡毛，对不对？好大的胆子，你们说好不？家里这个人。家里这个人很超过，哎，厕所里撑杆。